想哭的心情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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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往几处只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，来往几处只见你郑中基一双迷人的眼睛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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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对。到底是憨大哥先下来呢，还是莽大哥？感觉是莽大哥哦。哎呦，黑黑的来了。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温暖的答的。天后，一满炮是答错了，快点。眼睛干干的，又像哭的陷阱。张学友。眼睛干干的，又像哭的心情。哎呀，呀你呀呀！不是你，不是。哒哒哒哒哒！我一个人快都用光了呀！我在这边等嘛，我在这边跑。要 give me five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赶快走！请抽题，选择一题，选择一题给你的小帮手。好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给他。好，来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。怎么已经是先往后？啊，真的往那边了。对啊，他往那边。他是往那边。你觉得他会猜错了吗？猜错了，错了。什么？来哦，现在都在时间之内哦，要么就随便猜，赶快让上一半回去喽。没有感觉，我就走了。孤单动物。答错，下去，下去，机长才能走，下去，下去。往哪一边？往这边。快走，快走。孤单动物，你讲也讲对嘛，应该是讲双栖动物，但还是打错。孤单动物是最新单曲。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以后它变成了眼泪。那女孩对我说，哎，答对，好，小心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走了她的梦。哎，骑车小心，慢慢骑，差不了太多，还会再回来的。